今日说起来自嘉义县的消息，结合着美食、古岭、杨岭以及着农田产品的嘉义县美乃捷上好在新港公园来登场。今日场馆也含小朋友进行一场好奶奶的比赛，而且佫有一千分的潘公公卤肉饭来大奉上，现场敢是一场嘉年华会共款，闹得滚滚。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就连馆长张阿官也手提着牛奶囡仔一直数牛奶。这个是嘉义县推广美含牛奶所举办的美奶节现场。今天的美奶节哈，不是咱小人家美奶，是加牛奶跟稻米让他恋爱哈。我们看他爆出什么火花啦！我们这免费试喝，然后我们是推这个羊乳标章，然后吃了喝完之后还可以抽奖。那举办零牛奶的比赛，业者也在现场提供民众羊奶免费试饮和摸彩，吸引大批的民众抢好康。那要买这个优良的乳品呢，我们就希望大家消费者要看清楚啊，优良的乳品的这个标章哈，羊乳有一只羊头哈，啊猪就有猪的样子哈 ，GGM 哈，爱看清澈哈，因为今麦转台湾大型的鲜奶厂，请瑞穗啦、统一哈。他们的鲜乳大部分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嘉义县我们的乳苗哈业哈供应的哈洛龙供应的，什么原因？因为咱嘉义无污染。都是现场由社区发展协会加力推广美食的行列，应用五谷米来做蛋卷，泡米是吸引民众前来排队。五谷米它比较营养啊，它不是面粉做的，而且它我们是用那个奶油条。就是不是用乳麻的，而且就算讲天气真热，在火炉边是烧红红，但做米台北现场，更况有真侪人来围观。用米用咱的在来米做的，拢家己地方来家己出的。咱新港地区包括闽南、黑口、大南吼，到六卡吼啊、水上、太保家，拢是咱台湾的最重要的米仓哈，所以我们出产的米哈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哈。今嘛请咱新港的新和米。到日本去已经被肯定为最佳的国际的这个米的品质奖哈。嘉义米乃捷开饭了！耶！现场准备一千份的卤肉饭，免费提供民众品尝。提着便当的民众是大嘴大嘴来吃，看起来吃到真满足。刚好是呼吁民众支持在地优质产业，发挥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精神。这是陈凯华、柯耀宏、新港乡采访报道。